儿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爸，我看我们公司同事啊，发了工资，每个月都会给父母零花钱的。我工资不高，以后每个月给您2000块，怎么样？儿子，2000，2000可不是小钱，我现在太多了。嗯，哎，别别别别别，别收，来收收，不行，你那个你必须得收着，别收着，别放，好了，别放。 这样想说什么？我给你退了，我给你退。董事长，怎么了？海外分公司那2亿的预算需要您审批一下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呢？就那2亿的小钱，你还找我？你自己去处理好了。你没看我跟我儿子在那聊天吗？是董事长。对啊，走走走走走，自己想办法。收了啊，我回了啊。哎，别走，别走。 你先别别别别，要不你去躲一下，我来处理好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好歹也算你前辈，你快去。你相信我，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你放心，交给我来处理好吗？你快去。白马帅，白兆义，白马帅，高发集团的白马帅，竟然是飞马集团董事长的儿子。